草莓和蓝莓真的是水果中的颜值担当，就连洗个水果都要这么的好看。今天要做的是草莓爆爆卷，首先呢又是戚风蛋糕的一系列操作。关于蛋白的话，我感觉应该是要比较再湿一点的状态吧。个人感觉这种做法还是挺麻烦的，因为需要用到挤花袋。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方法，就是烤一整片的那个蛋糕片，然后再用模具一个一个给抠出来。这个丑丑的饼胚就已经挤好了，180度烘烤10到15分钟，具体情况看自己家的烤箱。新鲜出炉，把它倒扣，等这些晾凉之后就可以开始挤奶油啦。奶油的话也可以去超市买的那种罐装的，来塞上草莓，加一点蓝莓，另外一种呢我还加了开心果。在意大利这边，开心果在甜品中的运用还挺广泛的，还有专门的开心果酱。最后一种呢就是加上海苔肉松，其实可以加点蛋黄酱，这样吃起来就很像肉松小贝。就颜值来说肯定是草莓居榜首，但是味道的话肯定是肉松味道都会更胜一筹。好了，我是米雪儿，下期再会，拜拜。